六大家族哪个最猛？有动物家族、激光家族、回旋家族、豌豆家族、控制家族、双龙家族。本期他们面对的是150匹马，你们觉得谁会获胜呢？首先出场的是动物家族，鸡和猴子，但是有点可惜啊，打不赢啊，这个马跑得太快了。第二个激光家族，我感觉很难搞呀，但是他们两个子弹合在一起还真的挺漂亮的。没办法，马冲的实在是太快了。我他妈当然不乐意了。回旋家族是茄神和螃蟹神，我感觉应该能赢吧，有茄神在场还怕啥，一个龙卷风过去基本上就死。时光总是过得非常快，这不就来到了最后一组双龙组合。哎呀，这是雷跟火，要是火跟冰或许能赢，没控场太难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玩。只有坚强加油奥利给！点赞关注评论。